我董山菜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往我梦想中的明德学院大步迈进，向我人生的新旅程全力冲刺。没事吧？小心一点。没事，赶快坐下吧，演讲都快开始了。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国宾州大学巴比特先生。巴比特啊，好厉害啊！明德居然请到巴比特，回去我跟我爸妈说，他们肯定很羡慕我。 Distinguished leadershipTeachers, dear students, good morni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etting me share this wonderful day with you. And I'm supposed to say something funny now. Please don't record. So, I will do that. Welcome to Shanghai. 哎，给你看我拍的照片。哇，山菜，你拍得好清楚啊。哎，这张传给我，我要做一个生日表情包。你生日啊，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不是今天了，过两天才是。发给你啊。好好。恭喜你，你看这件太棒了。我也是。下吧，好啊，过来。啊！喂，山菜。山菜同学，你跟我回去好好反省反省，无论有什么样的原因，也不能对我们学校重要的贵宾巴比特先生如此的不知分寸，没有礼貌。没受伤吧？山菜，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刚刚没来得及护着你。你为什么要袭击巴比特啊？我没有要袭击巴比特，我是要找那个穿着绿鳄鱼皮鞋的 F4。我的手机就是被他们其中一个人踩成这样的。F4 是谁啊？去哪里找啊？是那个演讲上学妹们要去拍照的人吧？
他好像很受欢迎哦。F 四确实是很受欢迎的学长啊。新来的。哦。我们三个是营养系大一的新生。你是？新闻系三年级，我叫郭采洁。采洁学姐好漂亮啊。采洁学姐，为什么说 F 四是很受欢迎的学长呢？F 四是四个明德学院四年级的学生，身高平均1.85米，外表英俊出色，性格乐观开朗。关键是他们在学业上都各自有优异不凡的强项。音乐系的花泽类。公管系的西门、美作和道明寺，这四个男生每个人都让人忍不住注目。不但男生请到优等的奖学金，而且至少都会三国语言。他们不只会读书，还很有生活品味。虽然看起来很花心，但是对女孩子都很尊重。他们四个人的感情十分紧密，听说是多年的发小，很难有人可以打进他们的圈子。也因为这样 ，F 四在明德学院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女生对他们趋之若鹜，不服气想要和他们比较的男生更是排了一长串队伍，等着挑战他们，证明自己比他们更受欢迎，更有魅力。挑战？那怎么挑战？用桥牌。桥牌？桥牌是什么呀？听都没听说过。桥牌是一项国际间流行的高雅又文明的体育运动，兼具竞技性、技巧性和合作性。F 四不仅是明德的风云人物，更是桥牌界的大腕儿。所以，如果想要打败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牌技上。只不过，从 F 四成立桥牌社以来，还没人能赢过他们。他们这么厉害？他们四个在桥牌桌上各有擅长之处。颇具艺术家气质的冯美作，爱好文学和艺术，擅长设计展览、策划沙龙。桥牌桌上，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同时还很爱开玩笑。在他幽默的玩笑中，对手常常松懈下来，产生轻敌的态度。个性稳重内敛的西门彦，出身茶道世家，对茶艺有着极深的造诣。桥牌桌上，他善于精算攻略，很懂得利用心理战，常常声东击西，让对方输了都搞不清楚怎么输的，有桥牌战神的美名。花泽类则是个音乐天才，拥有绝对音准，擅长多种乐器，每年都会拿到多项音乐奖学金。桥牌桌上他冷静沉着，常让人摸不透他手上的牌是好是坏。有人形容他如同有一双透视眼，完全可以看穿别人手上的牌及骗术，甚至传说只要对手看到他的微笑，就会不由自主地将底牌掀出。至于 F 四为首的道明寺，据说他对金融方面很有兴趣，并极有天赋。刚满18岁，就靠证券交易赚得第一桶金，成为明德商学院的一段传奇。桥牌桌上，他胆识过人，很多人才一上场，就已经被他逼人的气势吓得出错。把原本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赛后才后悔莫及。这四个人强强联手，替学校拿下无数桥牌比赛冠军，可称之为明德之光。太酷了！就算桥牌了不起，也不能踩坏别人的手机不道歉啊！对，我们现在就去桥牌室找他们，要是他们不认错，我就挑战 F 四，让他认输。想要挑战他们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得先拿到 Joker 牌才行。 Joker 牌又是什么？ F 四的挑战帖。挑战帖？因为想要挑战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不生其扰，所以就定下了这个规矩。想要和他们挑战的人呢，要先找到机会和他们面对面，直接表明要挑战。如果 F 四认为你够资格的话，就会发下 Joker 牌，定下比赛时间，但是一定要在比赛之前就先讲好赌注。赌注？关于赌注的传闻有很多，有的很好笑，有的很不可思议。
比如呢？比如，打赌输的人要负责清扫一学期校园内的垃圾，站在校园水池中间半蹲一整天，在人体标本的生物实验室待上一个晚上，被吓得昏倒，又或是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一口气吃下100个小笼包。还比如，打赌输的人要在海边跳民间舞蹈。有一个最荒谬的传闻，但至今没人能证实，那就是曾经一个赌输的人吃掉了一双拖鞋。这样，你们还敢挑战吗？前面就是乔白室了，学姐祝你好运。山菜，我们还去找 F 四吗？去？为什么不去？做错事的是那个踩坏我手机的绿鳄鱼皮，我有什么好怕的？对，谁怕谁啊？我们走。就是这儿吗？对，就是这儿。F 四，你们给我出来！对，F 四，你快出来！踩坏我手机的绿鳄鱼皮，我要你赔我手机。对，赔山菜手机。你再不出来，我们可要进去了。对，你们要是再不出来，我要进去跟你们挑战。看来 F 四不在这儿。走吧。是啊，反正根据刚刚那个采洁学姐的形容，他们四个应该很好认。也是啊，只要在路上看到个高腿长自以为长得帅气的男生，应该也错不了。怎么样，是不是这四个？是吧，气场好强大。绿鳄鱼皮，有什么事吗？这是什么？烂手机。你知道它为什么会变成烂手机吗？关我什么事？怎么不关你的事？就是你把它踩烂的。什么时候？演讲散会的时候，一群人为了去看你们，把我推过来撞过去的，还把我手机撞地上了。你一脚就踩过去，把它踩烂了。算了吧，算了吧，喂，山菜，算了吧。